画了红夫人跟歌剧演员之后，好的宝子想看。一五人格副交，实不相瞒，这个角色我仿过，可能是咱们这边的氛围，比较浓烈啊，直接给我个那啥了。就这一次，咱们就悠着点吧，放过。仿妆不仿人，好，咱们轻喷，细细的眉毛上挑的眼尾，再加上一个小烟熏搭配两行血泪，很存欲望的画风。咱们这里就把血泪给它画细点，眉毛先遮掉一半，细眉就不用遮了。它的鼻子比较立体，我们修一个立体几何鼻。我一般眼泡比较肿，所以我后面这边也会一起修一下。亮修出来就是一个比较立体的几何鼻啊，仿佛可以折叠，修出来大概就是这样子。强烈安利这个，至于这个，咱们就是看可以，你有没有这个？我烟熏人上面看，去黑色，眼尾开始优里